但主要也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酒令的表演很厉害，所以不想要就是误会。请朋友帮忙传达一些自己的想法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有一些专辑的制作人有一位是共同的，对，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主要是金曲奖那一天庆功宴，到很晚，隔天到中午才醒，醒来看到新闻的时候觉得惶恐，所以说就是怕被大家曲解，但主要也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酒令的表演很厉害，所以。那时候像你在边家教边玩音乐的时候，妈妈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些像你说情绪勒索的部分吗？没有，其实这个已经到可能已经休学了一年了，妈妈那时候只希望说就是加油啊。其实情绪勒索这个大概离我休学这个时间越远，妈妈那个勒索就越少，因为她知道回去的希望越薄弱。然后直到后来真的正式除籍之后，妈妈就已经几乎不会再讲这个事情。今天出席我有带一条毛巾啊，是每次出来都会有造型吗？这已经变成这个造型，但其实我就是因为我常常会流汗，就很需要一个毛巾，不然就会浪费太多卫生纸，不环保。所以它一定要挂在右边？也没有啊，左边。因为比较常看到你都是挂右边的。